的话有两个工项，一个是要把路面整理拓宽的。哦，路面整理拓宽。然后旁边会先加个路沿起来，以后再把路面拓宽。哦。然后另外一个也是，它原来的排水沟是没有，它只是先挖出来了。对。那我们要把排水沟的边，砌实起来。砌实起来。再取就是石头出来。对。哦。做什么样的设施呢？做这个砌石节水沟的边沟。哦，就是这一条。对。OK。路缘，边缘的缘。边缘的缘，路缘。路缘的目的主要是。路缘有几个功能，一个是它在比如在平坦的地方或者是在相对危险的地方的时候，路缘木它是一个规范路的宽度哦，一个界限的感觉，一个界限，对，我知道我路在这边，所以我会走在路缘的里头，好，那是为了安全起见，因为我们在无痕山林里头是要走在既有的道路上，好，不要离开步道，对，就做更多的扰动，是，所以路缘有这个功能 ，OK， 然后在这个垫高路面，就是路面可能比旁边的地方相对高，我们让水走在低的地方，然后路比较高的时候，它就有一个是保护路基的功能，它除了规范路的宽度之外，它也作为里面路的基础的一个边界，所以它里面你回填的土石跟石头不会流失，